如果说客人如果来配三把锁匙，我一开始我一定会用三种不一样的方式下去做，就是试看看哪一样是最好的方式。包括我今天我现在在画画，我还是都随时在尝试新的方法。每次回到万寿自家都特别的激动哈。小时候就是耳濡目染，看我爸爸做过这样子，然后在一边做一边学哈。其实我很喜欢读书哈，我曾经是全校最好班级的模范生啊。因为那时候家里就是比较贫困，不忍心父母亲就为这样一直在操劳。那我哥哥那时候又去当兵了啊，那我想我是第二的男生嘛哈，啊我就毅然决然就是决定辍学。早期我们全世界有一个很有名的锁啊，就是 GM 汽车它五大车系的车锁啊，叫做侧面挡板锁。它这个号称全世界无人可以打开啊，拍摄很抱歉，这个锁就是被我破解的啊。我很喜欢去研究开发一些万能锁，有一个专属的工具可以破解出来。我也是我们台湾的锁匠里面第一位，唯一就是出了三本的专业锁匠工具书，把这个开锁的技术分享给一般的锁匠朋友，来改善配锁的工作效率。我都反而是觉得，我教了你以后，你会了，等你学会了，我自己又有进步，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怎么会被你追上了哈？每一颗印章我都当成是为自己雕刻，因为我把它想成它是一个艺术品，我就想要如何在里面加一些更有趣味性、更有艺术性的东西。我就在想，书画本是一体啊，我如果可以把一些山水啦、一些画的那个元素加入在印章里面的话，那一定更棒。就是让它跟后面结合的，对不对？当年的台北县县政府有一个残障青年油画训练班，那么我就跑去参加这个油画，我就把这些绘画所学的这些技巧就应用在刻印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一些山水花鸟哈。那时候全台湾各地的一些神明庙宇的印章的金印都专程就跑来指名，就一定要我刻这样子。十几岁才开始学画。So to get through, this is a really big deal. I had a pleasure of talking and speaking with Luz before. Luz Yan, SFCA, congratulations. 也很高兴的，在我画画的第五年，很荣幸的就得到加拿大画家联盟所颁发给我 SFCA 的头衔啊，就是相当于当代大师的头衔这样子。我在加入加拿大艺术家联盟以后，我就不再参加任何的地区性的画会啊或者比赛，我就只有参加加拿大全国比赛或者世界性的比赛。那么我的所有的作品没有一幅画哈不会啊入选或者得奖的。那么我已经也连续六年哈入选世界大赛。其实啊，我出生一岁的时候我就患了小儿麻痹症，我脚不好，我在搭大众运输的时候常常需要座位坐下来，比较不会发生危险。常常就是因为看到有一些年轻人跟另外老人家因为不爱坐的让座吵起来，哦，那么我真的很难过。你好，这个磁卡送给您，我们在推广让座文化。
就是送给身心障碍朋友跟老人家，这是我的话啊啊，这个说如果你带 baby， 人家位置给你坐，你就送他一个个卡片。因为每个人都会有需要用到这个不爱坐的一天，每个人都会老，就算你再年轻，你还是一样会希望用到啊。那么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啊美的推广出去，这样子。常常在心中鼓励自己的一句话，就是只有不愿意做的事，没有不可能的任务。